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虽然这个我们可能我觉得像音乐啊、唱歌啊，每个人会的这个技艺，真的是可以越练越靠近天花板。我觉得力宏哥真的是这个非常好的例子，对，他真的是越唱越厉害。这个昨天晚上有看了一下，昨天这个力宏哥唱歌，哇，他声音。欸，之前这个力宏哥有出过一个教大家唱歌的这课程，啊，我偷偷在里面啊，你有去在里面，我偷偷在里面，对对对，但我还没看完，但是觉得，因为真的觉得，我觉得力宏哥唱歌真的好像是一个，他真的太厉害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用教科书形容他，所以我在那个课程里面。当初怎么会想要去那个课程？因为我知道他。因为本来力宏哥对我的音乐的，他就是影响我蛮多的音乐人之一，而且我觉得他真的让我们看到歌就是可以越唱越真的靠近天花板了，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好奇。你现在有在天花板吗？我现在我觉得应该有，也是有越唱越好，因为最近很多的这个很多演出的机会，那真的很明显，就只要有这个很频繁的演出的机会，就会觉得好像唱歌一直在进步，对，所以真的，我想各行各业都是，不管对理财啊、唱歌、音乐、服装哦，可能写文章、写文字也是，对。那今天有想要听他什么歌吗？我买的第一张力宏哥的专辑是《永远的第一天》，所以如果今天如果有唱到里面的歌的话，我觉得应该对来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意义。年底要唱小巨蛋了。对，12月15、16、17。哦，之前没有讲。哈哈哈哈哈！不要讲，我们不要讲，就小声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要讲。对，我们知道就好。我们怎么了？sorry， 讲太顺了。哇哇哇！预习的一个概念。哇哇。上次电台也没讲，你上次只有说12月。哦，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太不会说谎啦。是我们不要跟别人讲，真的是我没有说谎。会有一些新的，吓一跳了，不一样。好，因为你很顺讲，所以我们吓一跳。对对对，我吓一跳，我吓一跳，我现在吓一跳。有在准备。没有，我想说，哎，这个不是很一般的、很官方的事，怎么有猴这样子？哎，奇怪，吓一跳。准备的如何？演唱哦，演唱会吗？我想一下，准备的如何？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我自己在做音乐或做作品的时候，会把我觉得对我生活很有影响力的一些正面的这个价值观，然后也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融进我的作品里面，所以其实我都蛮渴望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唱歌给大家听。然后这个我想公司或是我当然会因为现场的观众的一些福利，可能会想一些特别的桥段吧，所以12月中的演出，大家这个歌迷们可以期待一下。那有可能专辑会先出哦。最近真的蛮多灵感的啊，然后所以这个专辑我也是觉得现在就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尽量维持，就是尽量有一天真的好好的休息。然后大家真的每个礼拜休一天很重要，其他时间我都会蛮认真在做音乐。像昨天晚上又完成了一个好像比较完成了一个比较久都还没完成的歌词。这样蛮努力的。今天来得及发吗？12月来得及发？我不晓得哎。我希望可以来得及。对，但是我最近有时候那个灵感，甚至有时候还写歌给别人唱，自己的专业都还没做完，对不对？对，我也觉得，但没有关系。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也不是新目标，不是算新目标，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会花很多时间一直创造很多的新歌。对对对。现在有生第三胎的灵感？目前是没有。对对对，觉得可能生两个应该也算多吧。对对对对。好，